Okay.你要排到哈，嗯，看着皮，这就是老皮。这不但是头发，还有皮。皮松啊，头发硬。他头皮屑。头皮屑。我也这头皮屑特别多。嗯，对。没事儿。对我来说，就是我就是想，哎呀，找个专门好点的师傅，给我好好的刮一刮这头皮。没问题。找不到合适的，我跟你说刮头难吗？这哥，我的速度快吗？嗯啊，嗯，他们有的说，哎，老，我以为这视频里边加速了呢。